天津钢管集团呢，是中国最大的无缝钢管生产厂家。天津钢管集团选择在伦敦设立销售性的子公司，那么主要考虑伦敦是欧洲的金融以及航运和其他的专业服务的中心和这个市场的一个主要集散地。在今后5年，伦敦发展的一个亮点，或者是需求的一个亮点，应该是奥运会。我们天津钢管不但是得到了伦敦投资局本部的大力支持，同时呢，也尤其在最初的阶段，得到伦敦投资局北京办事处大力帮助，这样有助于我们对整个英国的投资环境以及伦敦的这个基础的设施有充分的了解。那么在后期的公司这个设立、人员派遣方面，伦敦投资局北京办事处也提供了很多的帮助，包括工作许可申请，包括签证的申请。伦敦投资局给我们提供的主要帮助之一呢，就是帮助我们寻找确定当地的一些专业服务性的公司，包括我们到现在还在合作的律师行、会计师事务所以及银行。我想通过这段时间的跟伦敦投资局的这个合作，以及非常重要的帮助，那么如果有机会呢，我会向中国其他的潜在的投资者呢推荐伦敦投资局。